浙江省人民政府、安吉县人民政府承办。 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也非常的有幸邀请到的是原发音频表演队的张姓明老师做现场的这个点评。啊，谢谢各位观众。现在直升飞机呢，无人机呢已经这个起飞。那这是掠夺者无人直升机，它是为中国无人直升机行业大载重级别的。 无人直升机行业大载重级别的无人直升机的领航者之一，是由我们杭州星际低空直升机开发有限公司全自主研发的新型的无人机型。该机呢，机长7.25米，机高2.3米，翼宽1.5米，旋翼的直径达6米，最高的飞行高度呢可飞到3000米。 续航总时间呢2个小时，飞行距离呢大概200公里，可最大载重呢200公斤。在无人机直升机里边，目前这是在国内属于超大型的。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不受财团政党影响，真实感言。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两岸议题，或者想要寓教于乐、丰富人生，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电报专线0800566688。